嗨，我今天早上几点？7点多去那个大使馆转了一趟。28号正常上班，所以大家不用为我担心了。昨天很多人跟我说你又失算了，今天他们又28号又不用上班，他说你又去不了了，马来西亚就想挽留你。可惜这次让你们失望了，我还确定了3遍，所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呢，因为白天睡了一天，晚上我发现这边有一个卖中国的煎饼果子的，我去买一个去看好吃不好吃。这边就是我今天要吃的东西，我要了2份这个油条的，就是给那个谁，我马来西亚朋友给他一份，然后我还买了一个豆腐脑，好久没有吃了，就是尝一下他们的家的味道是什么样子的。行车赶得巧，因为他们这儿显示是8点就关门了。距离我上一次吃煎饼果子还是今年的3月份，那个时候还是在我们老家，就是我小区的后面有卖煎饼果子，还有肉夹馍，还有鸡蛋灌饼，然后我到现在一次没有吃过了。一会儿尝一尝他们这家吃不好吃，因为从搜了一下，就是从我住的地方到这里坐地铁坐轻轨的话就4站就到了，耐心等待一下。发个信息，我给你买了煎饼果子了啊，一会儿让你尝一尝。你吃香菜吧，要不要？哇，你做的好专业啊！在我们那儿，他们有的做的特别不好，就说这个人是个间谍。说他之前是个特务警察，不会搞这个。你别搞得我紧张。不用紧张，不用紧张。我真的好久没吃了，因为之前在老家的时候，每天都会吃这些东西。怎么找到这里？因为我在网上搜了搜，有2家，然后你这家是距离我最近的。我的煎饼果子已经好了，现在还等我的豆腐脑，我给它确定了一遍不是甜的，虽然甜的我也能吃，但是好久没有吃咸的，耐心等待，耐心等待。现在节日氛围越来越浓，像很多店里面都会装的这个圣诞树。2块钱，现在就剩我一个人，那个店儿马上要下班了。5块钱，耐心等待，即将完成。这是你们家独家配方吗？这个是麻酱吗？麻酱。不要。我不要麻酱，对，我只要香菜跟辣椒就行。哇，看着就好香。好，谢谢。买完了，回去。正好回去路上呢，跟大家说一件事儿。
我昨天不是发布了一个，我关于聊了一下马来西亚的选举嘛，然后我首先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先给马来西亚马来人、印度人还有大马华人道个歉啊，我把你们国家的首相说成总统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确实是我没有做功课。然后其实我之前有印象，但是后边忘了，因为在槟城的时候，我那个朋友还给我讲说这边有国王的，然后我就忘了这个事了，因为有国王、有王室这些地方，肯定只有首相这个名称，没有总统这个名称。然后第二件事呢，我的视频呢，不仅在这个油管，还有别的平台呢，我都会放。然后有时候拍一些短视频，我也会说，比如说前几天这边选举的时候呢，我发了很多那个有关于这边选举的一些信息，真的有一些私密账号就在下面骂我啊，他就说人家国家的选举跟你有任何关系吗？还有人甚至有些人说，哎呀，他们选来选去还不是那个大马华人，还不是二等公民。其实我每次看到这样的文案，我觉得很生气啊，因为来马来西亚这是第三次过来了。我们凭良心来讲，在海外我觉得马来西亚算是对于我们中国大陆人或者说中国是真的比较友善的，他没有说哎呀一听说你是从中国来的或者说怎么样他会讨厌你，但是就是因为这些私密账号，他无形中把我们所有中国大陆人都代表了，就造成我们彼此之间有个很大的误会。你比如说我刚到马来西亚的那段时间啊，那个时候不是日本有一个首相安倍晋三不是去世了吗，然后大家就在疯狂在骂那些去日本旅游的大陆人，还有什么反正就那些私密账号整天骂人家，你只要穿和服也骂你。然后他们忘记了在这个某书上呢，马来西亚大马华人也写简体字，然后也使用小红书，他们就看到很多穿和服的这个马来西亚大马华人，他们就在下面骂人家，说的话特别难听。之后那些人就回复他，就说我不是你们中国人，我是大马华人。然后下边就有一些私密账号骂人家说，那你也该骂，那日本也侵略过你们，不长心。我就觉得你说完这个话之后，你觉得马来西亚大马华人会更喜欢日本呢，还是更讨厌中国，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些人真的是无形中把我们代表了，甚至有些私密账号他私信过来找我说，你就是舔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给你什么好处了，他能给我什么好处？当然我也知道这些人，因为曾经我做台湾那些账号的时候也有这些人攻击我，但是我是无所谓的，真的。我就觉得这些人，哎，无形中代表我们所有人，觉得也蛮丢人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选举结果出来了，有支持跟反对的吵架了或打架了。哎，不说了，我先赶紧坐地铁下去了，自己安全最重要。干净的地铁，就跟前段时间我从印度尼西亚回到泰国一样，我在朗曼机场办理那个落地签的时候呢，也遇到了一个中国人，他年龄在40岁左右吧，因为工作人员会中文，然后也有中文那个表，这个中国人呢就跟那个工作人员说我可以不交那个落地签那个钱吗？我想不想交，而且我不想填那表。然后工作人员说，你如果说没有别的签证，然后你是进不来的，然后就特别认真跟他说，他说你们国家太坑了。之后他工作人员，那你现在赶紧去换钱去吧，落地签是要交这个钱的。后来没一会儿又回来了，回来他还是没换，然后他跟工作人员说，他说你们机场那个汇率太差劲了，就是骗我们中国人，骗我们所有人，然后你们太坑了。我想啊，这个跟人家工作人员没有任何关系吧，我那瞬间觉得好丢人啊。后来他又走了，没一会儿又回来了，他跟工作人员说，他说我可以把钱给你吧，给你，你帮我弄吧，行不行？然后咱俩可以中间。我说你可别给工作人员说这个，这个属于贿赂，这有那个摄像头的。然后等我都办完，我都走了，他还没办好，他还跟我说，他说你身上有钱吗？可以给你换一换。我说没有。之后没有想到我们在泰国又见到了，他就跟我说，他说最终呢他是进来了，但是他偷走之前还是把那个工作人员骂了一顿，他就是典型欺负我们中国人。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这些人真的无形中把我们中国所有人都代表了。你明明知道规矩，你自己不按这个去办去，然后一有事你就说啊，他们外国人欺负我们中国人，他们外国人歧视我们，其实人家根本没歧视你。然后中间呢，我还跟人家工作人员，泰国的工作人员道歉，我说不好意思啊，我说我们中国大陆有一部分人的受教育程度不是很高，就是我觉得这个人有可能他觉得最后他赚了，但是无形中他把我们所有中国大陆人代表了。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我觉得在网络上也是，你看看现在的抖音，然后你看看油管，
明明我们国家规定是翻墙是违法的，但是真的有些私密账号整天去代表我们去骂别人去，然后让别人对我们这个国家对我们这边的人有不太好的印象，所以我就很讨厌很讨厌。然后也有很多人建议我说你不要触碰政治，我触碰什么了？这是我自己账号，我想说什么说什么吧，我只不过看不惯那些小人抹黑我们这个国家，我觉得哎，也是跟我们。我说每次这个里边为什么这么热闹，有鸟叫，这个鸟园在这个上边呢，正好可以遮风避雨的，挺好。每次到这儿就觉得来到大自然里边感觉了。这次还有一点呢，我为什么一直在聊马来西亚的选举大选以及最后结果，我觉得这次有一点就是马来西亚的年轻人，就是20多岁的，哇，他们在各个软件上，不管 TikTok 了还是某书上了还是什么上面，就是我觉得大家都在认真的发布，就希望大家踊跃来投票，就说你的每一票能决定多少东西，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就是证明大家很在乎自己的生活品质，也在乎自己手中权利。所以我每天也不知道这些软件这么懂我，每天都给我推送，你比如说那天投票的时间，然后还有就是揭露的时间，公布的时间，我每天都给我推送这个消息，搞得我自己都比这边人都紧张。所以这个事也是让我感动吧，因为关注我的人知道我其实一直比较喜欢关注台湾的选举，因为这个月底吧，明天也就是明天台湾选举也就开始了，但是我就没有想到这次马来西亚，虽然现场那个造势晚会我没有看到，但是我觉得光从社交媒体上我觉得很感动，尤其是有很多年轻人就说啊，在某书上说，他说不管这次选举结果怎么样，我们不能对我们的友族人进行攻击，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大度很有风范，而不是说哎呀他们这个种族不行我们这个种族，我觉得我没有看到这些信息，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蛮佩服的，而且下边一群人都在附和这些信息，我觉得大家的价值观是一个样子，就是说我们所喜欢的候选人是我们喜欢的他品质，而不是说通过攻击其他人来获得我们想要。我最爱的刺上街，最喜欢的这个漫画墙，我又回来了，现在我要给我朋友送吃的。我真的好辛苦。你就是能吃不能吃，别那么多事儿。我就想着看一下你吃我们那个北方煎饼什么样子，你尝一口，你尝一口。太扎实了。看一下这个马来西亚华人，人家有这个是个摆设嘛，就防止你弄手上。怎么样？好。你好假。这是我的饼啊。对啊。好。这饼。你夹死我了。你找事儿呢是吧？好吃吗？好。你知道你吃这个什么吗？豆腐脑，就是你们的豆花。是的，是，只不过我们是咸的。我们这滑了我。吃完了，好撑好撑。我现在我要回去给你们煎饼片去了。真的，现在肚子我觉得胃口已经撑到这儿了。吃了个煎饼，吃了个蛋炒饭，还要了一份豆腐脑，还有两大杯菊花茶，好几多。今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还要放烟花呢，他们说是为了庆祝安华当选首相，声势不是很大。OK， 我要现在开始剪视频了，明天是台湾选举的日子，希望台湾朋友最喜欢的候选人能够当选。拜拜，拜拜，拜拜，再见。